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敏儿。今天呢，我要煲汤，在家里煲一个榴莲的鸡汤，补一补身。首先，现在要开一下这个榴莲先。来，首先买了一个小小的榴莲，一个手都可以抓住的那、这个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，你话我唔识谂，用钱买冇用饰品，你慢慢心淡，觉得我对感情认真。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弱点会忽略另一半感受，要改正好简单，我只系欠条教，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爱意浓厚。有一二三四五个榴莲开出来啦。尝一下，这个挺好吃，但是没有那种绵绵的，应该没有太熟那个榴莲。然后呢，我就是用这里来煲汤。现在就要用这个皮出来。这个榴莲我们用的是那种小小的那种榴莲，不是那种大的那种。我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个可以煲汤。我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个可以煲汤。要长大，要负责任，缩短两个人的距离。